得公道的衣服选牌。听说最近他们家推出了人气爆棚的 Omakase 套餐体验，走，带大家感受一下师傅的独门配方和厉害的烹饪技术。Let's go！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哎，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真的，他们的料理都是结合法国、日本的文化制造而成的哦。这两种菜色都是用世界最顶级和独特的方式来烹饪而成的。哇，一听就知道，很不简单啊。哇，就是说伊芙轩的料理都是手工制作的咯？手工挑选的就是赞。说啦，我要开动啦！是不是没有介绍错你们嘞？真的。